从哪里回来的？都在村子里头待的，不出去不信呐。你们妖怪都怪老天爷，有啥子想不通都去问他。买火车票去北京，告你和村长的账。一辈子也气不到塞这个东西。我们好好过。你不是小姐，我砸死你！老子有钱，老子有钱不行。Welcome to your village。咱们离开东莞吧，只要你跟我走，哪都行。比万恶，我比村长和焦胜利他们还万恶。